今天老师带着大家画一个啊小啊最小的小鸡，刚孵出了，可能也就四五天啊。这鸟呢，鸡呢，孵出它就会站了啊。那么画要毛茸茸的怎么画啊？注意比例，小翅膀很小啊，眼睛大大，嘴巴不能画长，画长就不好看，很短很短，是。好，画了几条啊。